假如我们在野外行走时，意外掉进了一个数米深的深坑中，在没有携带工具的前提下，你知道怎样才能完成自救吗？为了搞明白这件事情，实验者专门在野外挖出一个五米深的坑洞，并派出四位挑战者轮番上阵。第一位小哥在掉进深坑后并没有惊慌，反而冷静分析情况，从背包中找出了一把有用的勺子，不断对深坑旁的地面挖洞，努力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后，终于挖出了几个可供踩踏的凹槽，最终踩着这些凹槽逃出升天。不过反观第二位小伙，运气则是差到了极点，当他掉进深坑后，发现身上能用的只有一部手机，碍于土质过于坚硬，想用手机挖洞的想法很快就被打消，最终这位小哥选择了放弃挑战。第三位小伙则是在骑自行车时中意外摔进坑中，苦苦尝试一番后，最终他决定放弃心爱的车子，直接把自行车当成踏板，最终逃出深坑。显然这样的自救方式非常值得参考，不过与第四位小哥相比，前面几位的道具优势立马荡然无存。凭借体型方面的优势，小哥撑起身子后竟然能在坑洞两旁的墙面上略作停留，凭借这种方式缓慢爬出了坑洞。由此看来，合理利用身体优势或道具辅助才是帮助自己自救的最佳方式呀。